哇，小伙伴们，哎，看我在这里发现了什么？这个好像是一个三楼的宝藏哎。我们从哪里开始吧？哎，这是什么？哇，这边好像是奥特曼呢。哇，好像是奥特曼呢。我们从上面开始挖掘吧。哇，哎，这是什么？好像是哎，这个奥特曼竟然露出来了。哇，这个奥特曼是什么呢？哎，哇，竟然是个艾克斯哎。哇，艾克斯奥特曼呢？哎，这个是什么？是一包的卡片吗？哇，果然是一包的卡片呢，没有拆的。等一下，我们拆一下。哎，先放在这里。哇哦，我们继续挖掘。哎，还会有吗？哇，这边还有哎，这么多奥特曼。哇，这个是谁呢？哎，这个看起来像是迪迦嘛。哇，这个果然是迪迦哎。哇，这是迪迦奥特曼，哈哈，好帅的。我们继续挖呀。哇，这个是谁呢？这个看起来像是赛文吧。哎，不对耶，这个不是赛文，这个是泰罗耶。哇，泰罗奥特曼，哈哈。哎，这个呢？哇，先从上面开始挖吧，上面好高啊。哦，这是谁？我猜他是赛罗吧。哦，哇，果然是赛罗耶。赛罗，哇。哎，这边呢？哇，好多哎。这个是谁？哇，这个竟然是盖亚耶。哎，这个盖亚好像已经是战斗成色了，哈哈，战斗过的盖亚。哎，这边呢？这个是黑色的啊，黑金色、黑银色的。哇，这个是谁呢？这个是邪恶初代还是暗黑初代呢？放这里。哇，我们继续挖掘一下。哎，哇，这边好多哎。哇，这是谁？怎么倒掉了？哈哈，这个是卢索哎，卢索奥特曼。哎，这边呢？哇，这个是谁？哎，哇，这个竟然是奥特之父哎！奥特之父，清理一下。哇，洗刷刷哎，洗刷刷洗，洗刷刷洗刷刷。哇，奥特之父，哈哈。哎，这边好多哎，这个是谁？哎，这个怎么也是盖亚呢？哇，这个盖亚的腿是蓝色的，蓝色的盖亚。啊，放这里。哎，我们继续挖一下哎。哇，这边还有一个，这个是谁呢？雷欧奥特曼呢？雷欧，哈哈，哎，放这里，我们继续挖一下。哎，没有嘞啊，小伙伴们，哎，看我们挖掘到了这么多的奥特曼，还有这个奥特卡片呢，我们拆一下。哇，我们拆一下这个奥特卡包哎，哎，会有好卡吗？一个哇，一个 SR 的，一个 SR 的 X 哎，这个是一个 SR 的泽塔哎，没有好卡哎，看来这个奥特卡包里边呢没有开出好卡。不过呢，我们这个赛罗宝藏今天挖出了这么多的奥特曼，也还可以喽。